到今晚又会陪你吃，你想吃什么呢？好，现在晚上六点钟，大家是不是肚子饿了呢？别担心，现在我就带你们来吃好料。首先第一家店 ACP 值超高的，怎么说呢？因为呢它是88道料理吃到饱哦，哇，有88道料理，大家想说应该很贵吧？其实呢它是988元就可以吃到，不到千元，所以非常划算。到底可以吃到哪些料理呢？现在带你来看一下咯。好，我们这荧幕上面的照片，哇，其实呢各式各样，像是这个日式串烧啊，还有像这个乌龙面以及炒蔬菜，还有像这个居酒屋必备的这个炸鸡，以及一夜干，这边一夜干也是很推哦。另外一些海鲜，还有哦这个炒饭，这里也吃得到。然后上面也有一些生鱼片，以及火锅也都吃得到哦。那其中呢，特别可以介绍的就是像这一道，店家很推荐，这个是毛毛虫寿司。因为呢它的形状看起来是不是长长一条一条毛毛虫呢？那其实呢它是这个上面有这个炙烧的生鱼片，然后另外加上这个鲑鱼卵，还有自制的一些酱料哦，所以呢来这里也是人气必点的。好，另外这个火锅带大家看一下，大家想说日式居酒屋的火锅应该是很普通，料很少，但这里没有，他们的料呢也是非常的丰盛啊，里面吃得到满满的海鲜啊，还有肉类其实都吃得到哦，所以来这里呢一定要点上一个火锅。那这间店呢叫做狗一下，其实它是这个麻辣集团旗下的品牌哦。那它有非常多分店，在这个东区忠孝店推出了这个88道料理吃到饱。那老板也有跟我说，其实他们一天限量20组，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节目想要去吃，一定要提早预约，因为呢非常的夯哦，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现在我就带你们去吃吃看哦。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宴会 IG 红什么。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居酒屋吃美食咯。我现在位在呢是东区这一家叫做狗一下的居酒食堂。那这家居酒屋非常的厉害，因为它推出了988吃到饱，而且吃得到88道料理，这个在别家店绝对找不到的哦。到底有多美味呢？现在我就带大家进去看看咯。麻辣集团旗下的日本料理餐厅狗一下，在忠孝店推出吃到饱，包括寿司、串烧、炸物等88道餐点，不到千元，你想得到的料理全都吃得到。天哪，我们桌上满满丰富的食材，这些都是吃到饱吃得到的东西。对，你应该没有看过，就是日本居酒屋加食堂的概念嘛，合在一起，然后全部都吃到饱而且很划算，好像是988元起，然后吃得到88道，最少有88道。天哪，你们也太佛心了吧，怎么回事？就想说让大家可以更广的来接触这个平价的料理，但是可以享受到很好的一个食材。是，那这个88道里面我们吃得到什么东西？像你桌面上看到生鱼片啊，然后还有我们的握寿司，然后还有我们家招牌的鲑鱼毛毛虫寿司，跟前面的串烧，或是那种炒乌龙，就很经典的菜色，还有我们家的自制五鱼一夜干，然后还有甚至小火锅，全部都可以吃到饱。像我们家来到我们家一定会吃的就是鲑鱼毛毛虫寿司，那还有这个五鱼一夜干，对，它是我们家最招牌的菜色。那鲑鱼毛毛虫寿司就是顾名思义，像毛毛虫一样，它的视觉很壮观，然后很长条这样子，然后里面的馅料也都很丰富，然后上面的淋酱也很好卖。还有那个特调的一个酱汁，就是明太子在里面，所以你可以吃到那种啵啵啵的感觉。对，然后一夜干的部分呢，我们是用五鱼来做，所以人家会说一五二昌。那五鱼其实是蛮名贵的一个鱼，就是一个海鱼这样子。然后它的肉质也很细致，然后油脂也很丰富。我们家的话，就是除了有日本的空运过来的鱼货之外，我们还会每天就是去基隆的那个卡马丁鱼港，去那边拉一些限流的鱼货进来。而且这个火锅料。天呐，也太丰富了。对，里面有豆腐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凡利贝，然后还有美国 choice 的牛胸腹跟虾子，还有很多东西，而且它可以还续汤，就也一样是吃到饱。哦，天呐。对，另外我自己也蛮推那个乌龙面，乌龙面很好吃。对，乌龙面真的是分量、就是、女生应该去日本料理都一定会点这个东西。对对，它就是用我们的自己调的奶酱，然后去跟明太子，然后一起拌炒，还有那个大蛤蜊，
所以它有鲜甜，然后也有奶香的浓郁。另外像炒饭这个，对，台湾形状的炒饭，对对对，你看出来，没错，它就是台湾形状的炒饭。嗯，然后我们里面有用了很多可能像是台湾的樱花虾去炒，所以之前也有很可爱的日本客人，就是专程为了这个还要拍照，然后来台湾吃这个。那那个生和牛的话，我们就是先外面先用煎的方式让它四面都上色，然后里面的话其实就维持大概3到5分熟左右，然后加上我们家自己自制的一个柑橘醋还有柚香的一个醋汁，所以上面还有那个萝卜泥，整个吃起来非常清爽。我们在这边就是还有像畅饮，因为可能吃日料，大家可能吃串烧或是吃这些小点之类的，他们想要配个酒之类的。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人不用400块就可以畅饮，非常划算。那除了好像988之外，你们价位好像还有像1288左右。对，我们有1288跟1688，那最多的话是就是快要110道左右可以吃到饱。哇，对，那有没有很多人就慕名而来？有，非常多。所以这家店因为它全部都是现点现做，它一天就是只能收20组而已。哦，对对对。在环境部分也是一点都不马虎，走进店里，宽敞的日式风格设计让你一秒飞到日本吃美食。你刚进门就可以看到像我们的鸟居，因为鸟居其实就是在日本有一个意义是说，它进来了之后就是脱离人世间的一些凡俗庸扰之类的，它竟然就是一个神的领域，可以放松，然后可以来这边跟朋友小酌等等的。另外的话，你可以看到像有一些比较复古的稻草酒桶，然后还有樱花，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神社面罩等等的，让大家营造说有点伪出国的概念。那我们是希望说把居酒屋的概念跟食堂就是比较正规的菜色这些全部融合在一起，让大家都可以吃得到，所以我们的菜单非常的长。对，超过100道以上的选择，不只是只有吃到饱这一块，我们单点也是，甚至还有客制的一些料理之类的。希望就是说，来我们这边像我们家店名一样，朋友来高级嘞。哦，对，晚来喜欢那才叫狗一下，对，才叫狗一下。欢迎大家赶快来这里享用美食喽！喜爱吃日本料理又想挑战吃到饱的饕客，来到狗一下居酒食堂，绝对让你超满足。刚刚带大家吃完这日式居酒屋店，现在要带大家来吃韩式料理咯。但是其实台湾有很多韩式料理店，这家有什么特色呢？其实它的特色就在于有一些餐点在这里才吃得到哦。好像这道料理叫做炸弹年糕，好，这里也只有他们这里吃得到。什么叫炸弹年糕呢？其实呢，它是用这个南瓜做出来的一道料理，这个南瓜就是像炸弹的形状。那里面有什么呢？里面其实有这个辣炒年糕，再加上浓浓的 cheese， 所以其实现场老板在做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南瓜剖开的时候，这个整个 cheese 是这样像岩浆一样这样流下来，非常的美味，光看就要流口水了。那这道料理呢，其实也是老板自己创意发想，因为他的太太是韩国人，他到这个太太的妈妈家里去做客的时候，看到他不敢吃妈妈准备的南瓜给他吃，但是他不敢吃哦。结果他就自己想了这一道料理，然后顺利的把这个南瓜吃完。我觉得他也是蛮聪明的。好，接下来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料理呢？好，这一道嫩豆腐锅，其实呢很多韩式料理店都看得到嘛，但是他们家的嫩豆腐锅，我自己吃起来觉得特别的道地，因为呢老板娘是韩国人，所以呢他跟老板不断的试口味之后呢，煮出这个非常美味的料理哦，在这个店家算是人气必点的 number one。 好，接下来呢这个料理叫做玫瑰辣炒年糕。那什么叫做玫瑰辣炒年糕？其实呢顾名思义，其实它的酱呢看起来是像粉红色的，所以很像玫瑰色的感觉，所以才取这个我觉得很好听的名字。那这个也是现在韩国非常流行的料理，也把它带到台湾来。
好，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就是这一对，就是这个老板，他们是夫妻哦。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故事。其实会开这一间店呢，就是好，当初他们两位认识的时候呢，那老板为了把老板娘从韩国娶回台湾，那因为老板娘非常想念这韩国料理，所以他为了他开了这一间韩式的料理店。那呢，这个菜色也都是老板娘自己想吃的，他就会跟老板讲，老板就为了他做出来。然后现在呢，老板他自己也是一个主厨哦，然后在里面厨房忙，那外场就是这位老板娘，所以大家去现场吃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他们浓浓的爱，我自己觉得也非常的可爱。现在就带你去享用看看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宴会 IG 红什么。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复兴北路吃韩国料理喽。哎，这里的韩国料理可是特别的道地哦。这里的老板娘还是韩国人，而且他们的料理充满了爱的味道，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吃不到的独家口味哦。到底有多美味呢？现在就带大家去尝尝喽。大发韩式特色料理开业以来，因为好滋味累积了许多老顾客，成为人气店家。而里头卖的招牌菜超道地，全都是因为老板娘想吃，老板为了她做出来，每味料理中添加了爱的味道。是我们店里面的料理基本上都是老板娘她想吃的，然后她就会让我帮她做出来，然后做出来之后，他只要觉得好吃的，我们就会把它放到菜单里面。我每一道菜开发的过程最少都会是一个多月，失败大概七八次都是基本的。最近韩国它才流行这一个玫瑰辣炒年糕的这一个新的口味，老板娘她在台湾那时候还吃不到，她就叫我做出来给她吃。那开发完之后，他觉得很好吃，所以我们才把它拿出来卖。还有就是基本用辣炒年糕加上培根跟鲜奶油下去做出来的，在韩国人他们会觉得有一种玫瑰的味道。我们的煎饼比较薄一些，它比较不像台式的比较厚一点，那是因为当初我们在韩国的时候吃到的煎饼是薄的，一种是葱用葱做的，一种是用韭菜做的。那我们个人会比较偏向韭菜的原因是因为韭菜比较健康，所以我们就会用海鲜韭菜饼。这个炸弹年糕比较特别，它是当初我去老板娘家里做客的时候，然后她妈妈她比较喜欢吃健康的东西，所以桌上就有一盘南瓜。我自己本身真的很讨厌吃南瓜，刚好旁边有一个是辣炒年糕，因为在韩国的礼貌是端出来的东西都要吃完，那我就只好拿着南瓜去沾那个年糕，吃下去的时候我发现变得好吃了，而且也没有那个南瓜味，所以回到台湾之后我就把它结合起来，我们就把辣炒年糕放在这个南瓜里面。这个好像是别的地方吃不到。对，没错，因为这个地方是我在他家想出来的。嫩豆腐锅其实也是老板娘的意思，我们在看那个韩剧的时候，有一部叫做《梨泰院 Class》，那部韩剧里面就最重要的灵魂料理就是这个嫩豆腐锅。老板娘看电视看到了想吃，她就叫我做。那我们把它放到菜单上之后，它也慢慢的变成我们这边的招牌料理，因为很多人来这边都一定会点那一个嫩豆腐锅，算是我们目前卖的最好的一道料理。夫妻两人的好感情从访问中就看得出来，回想起过去从交往到开店的种种甜蜜的画面一一浮现脑海。对他第一印象是什么？没有外面的印象，但是很贴心，心很好。所以我很好人，其实就外表不好看，然后但是内心还可以，所以勉强接受。见面以后，我们每天每天电话，那个 FaceTime， 会越来越知道他什么人，越来越好。后来是他只要有空，他就会飞过来台湾，可能一个礼拜玩一个礼拜，然后他回去之后就会换我飞韩国，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互相飞来飞去，然后飞了大概一年多之后才在一起的。他妈妈很喜欢运动，所以我也会陪他妈妈去运动。我们去韩国的时候，他就叫他赶快去台湾，不用这么常过来，没关系，不用太常回来韩国。有结婚的念头之后，他就想要来台湾定居，
那定居之后呢，因为他来台湾之后就一直会找一些韩国料理吃嘛，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想吃的东西都每次都不一样，我们就想说就把这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集中在一间店，让他可以在这里面都可以吃得到。很感动，他准备的他想的什么都为了我，所以我很每次很感动。是因为爱，也找不到其他原因了，对吧？我很相信，他相信我，我相信他。还有店内的装潢竟然都是老板一手打造，包括墙上有的韩国地图对应各地美食，也是老板娘的创意发想，老板都一一实现它。我在做餐饮业之前，我就是个工人，我做工作了很久，所以其实环境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老板娘自己的想法，然后她丢给我，然后我就想办法把它做出来，就这边看到这些东西都是我把它做出来的，那想法的话都是源自于老板娘，所以真的很棒哎。下次想吃韩式料理，一定要来大发尝尝道地的韩国味，绝对让你一吃爱上，还能感受到老板夫妻之间的好感情，为美味更加分。欢迎大家来吃道地的韩国料理，谢谢。好，第一家店吃日本料理，第二家店吃韩国料理，现在第三家店我们回到我们台湾来，我们来吃这些中式的料理哦。这家店呢，大家看一下照片，哇，真的是在台湾吗？其实呢，它是在台中哦。我们刚刚都在介绍北部，现在带你们来台中走走。这家店真的非常的美哦，它是位在这个台中市的公益路上。其实大家都知道，公益路上这个是美食兵家必争之地。那这家店其实也开蛮久的，那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因为走进店家，首先就会被这个环境给吸引。大家看到这个环境，哇，这个古宅，这个老宅的感觉，配上这个溪流的感觉，里面其实呢还有养鱼哦，在现场都可以喂鱼，这个环境非常的古色 古香，非常的美。那料理是什么呢？带你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料理呢其实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个中式的特色料理。那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套餐啊，像是有一些他们会随着季节而改变，像冬天会有一些麻油鸡，那夏天也会有一些比较清爽的套餐哦。那另外这边呢，好，还有一些小点啊，有豆干以及各式各样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点心，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刚刚有特别讲的套餐，那介绍这个客家吉酱汁熏鸭。好，这个呢也是他们自己特制的料理哦，配上这个客家非常道地的吉酱，吃起来很清爽，很适合，我觉得很适合现在天气热的夏天，然后再配上各式各样的一些配菜啊，还有健康的这个紫米饭，好，非常适合就是肚子饿的人，想要大吃的人可以去点这个套餐哦。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小点心，这个就非常适合，如果大家跟好朋友想要聊聊天，找个地方放松一下，就可以来到这边。那这里的小点心有哪些呢？好像是有这些超阿贵啊，非常这个我们台湾道地的一些小点心，然后中式的小点，以及像这个芋头签，这个芋头签也是非常受欢迎。那另外呢跟大家提到这边，好，他们的茶叶也是非常有特色哦。其实老板现场也有泡茶跟我们喝，他们是使用这些中部非常有名的一些像是乌龙茶，各式各样不同的茶类，大家到现场都可以点一壶现泡现喝，然后呢再配上这些小点心，真的是太美味了。另外这家店呢非常厉害，因为他们获得这个法国这个米其林指南哦，这个台中的这个必逛的地方，所以他们其实也是有受到这个国际的认证哦。那大家如果之后到台中，也不妨到这个公益路上这一家店走走，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特色，现在就带大家进去逛逛咯。欢迎来到宴会 IG 红什么，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到中台湾走走咯。
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位在台中市的公益路上，在这车水马龙的道路中，哎，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景观餐厅，叫做无为草堂，它可以说是城市中的这个秘境哦，因为里面非常的漂亮，很像一秒穿梭到古代的感觉哦。到底里面长什么样子，美食有多好吃呢？现在我就带大家进去看看咯。无为草堂仿佛将整座京都湖上老宅搬进市中心，占地约400坪，有如世外桃源的美景，是观光客的最爱，还曾获得法国米其林绿色指南台中二星旅游景点。料理走的是家常菜路线，来这里点上一壶好茶和餐点，享受道地风味美食。今天准备了4种我们的招牌点心，像玉千糕，那我们玉千糕是请鹿港的师傅帮我们做的，那它是采用大甲的芋头，对，那里面包的是我们台湾的猪肉哦，对，它吃起来就是非常的绵密，然后吃起来感觉就是我们台湾古早餐非常传统的点心的那种风味。那像超阿贵的部分是台湾的客家点心，里面包的是萝卜丝，对，那是我们特地请我们的帮我们制作的师傅他们做成像这样一小颗一小颗，能够方便客人以后就可以食用，这样也不会吃得太饱。OK， 对，就吃起来刚刚好。那像芝麻酥也是我们的招牌点心，对，那芝麻酥的话，里面包的是黑芝麻，外面是包裹的一层是白芝麻，那我们是用烤现烤的，所以吃起来就是外酥，然后里面有吃起来里面就是热热的黑芝麻。那我们是请台南的师傅帮我们制作的黑糖糕，对，那黑糖糕它是也是很现蒸，所以它是吃起来口感很松软，而且它不会很甜很腻。我要介绍这一道是我们的招牌套餐，就是客家鸡酱熏鸭。那主要我们是用屏东的鸭肉，那我们煮熟它特制的鸡酱。那像我们经常有，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客家料理。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麻油鸡套餐，那麻油鸡是每年冬天都会推出的套餐，那我们大概都会选在一年之中最寒冷的时候才会推出。我们用的麻油都是台中成功路老店的麻油，所以这个品质是非常好，而且非常香，对，非常香气非常够。那像我们的肉骨茶，那我们肉骨茶也是说应冬天我们推出了锅物的料理，那我们师傅他是用中药去熬煮那个汤，对，那加入像是蒜头，让我们能够比较养生。很难得在这个台中的大马路上会有一间这种世外桃源的店，所以欢迎大家赶快来这里用美食吧。好，这边除了好拍的环境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特色的建筑。那因为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的社会，所以在这也可以看到像是有客家、闽南式甚至是日式风格的这个建筑，也是非常的好拍。那另外在我旁边这非常漂亮的水池，哎，里面是真的有鱼哦。那大家呢也可以跟店家就是买一下它的饲料，然后喂他们吃，享受一下这个喂鱼的乐趣哦。下次来到台中市，别忘了放慢脚步，来到无为草堂走走，绝对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好，刚刚看了我介绍的三家店，大家是不是觉得哇，看起来都很好吃呢？那如果你不知道吃什么的话，欢迎拿去做参考咯。那如果你自己呢有想要吃的店，也欢迎呢可以留言给我，那我也会去做参考，跟大家一起做讨论哦。好，那我们今晚宴会陪你吃呢，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6点，在我们三立新闻的 FB 粉丝团以及 YouTube 都会播出哦，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咯。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了，拜拜。来到今晚又会陪你吃，你想吃什么呢？好，现在晚上6点，大家是不是肚子饿了呢？别担心，现在我就带你们来吃好料。首先第一家店 ACP 值超高的，怎么说呢？因为呢它是88道料理吃到饱哦，哇，有88道料理，大家想说应该很贵吧，哎，其实呢它是988元就可以吃到，不到1000元，所以非常划算。到底可以吃到
哪些料理呢？现在带你来看一下咯。好，我们这荧幕上面的照片，哇，其实呢各式各样，像是这个日式串烧啊，还有像这个乌龙面以及炒蔬菜，还有像这个居酒屋必备的这个炸鸡以及一夜干，这边一夜干也是很推哦。另外一些海鲜，还有哦这个炒饭，这里也吃得到。然后上面也有一些生鱼片以及火锅也都吃得到哦。那其中呢特别可以介绍的就是像这一道店家很推荐，这个是毛毛虫寿司。因为呢它的形状看起来是不是长长一条一条毛毛虫呢？那其实呢它是这个上面有这个炙烧的生鱼片，然后另外加上这个鲑鱼卵，还有自制的一些酱料哦，所以呢来这里也是人气必点的。好，另外这个火锅带大家看一下，大家想说日式居酒屋的火锅应该是很普通，料很少，但这里没有，他们的料呢也是非常的丰盛啊，里面吃得到满满的海鲜啊，还有肉类其实都吃得到哦，所以来这里呢一定要点上一个火锅。那这间店呢叫做狗一下，其实它是这个麻辣集团旗下的品牌哦。那它有非常多分店，在这个东区忠孝店推出了这个88道料理吃到饱。那老板也有跟我说，其实他们一天限量20组，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节目想要去吃一定要提早预约，因为呢非常的夯哦，现在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现在我就带你们去吃吃看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宴会 IG 红什么，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居酒屋吃美食咯。我现在位在呢是东区这一家叫做狗一下的居酒食堂。那这家居酒屋非常的厉害，因为它推出了988吃到饱，而且吃得到88道料理，哎，这个在别家店绝对找不到的哦。到底有多美味呢？现在我就带大家进去看看咯。麻辣集团旗下的日本料理餐厅狗一下在忠孝店推出吃到饱，包括寿司、串烧、炸物等88道餐点，不到1000元，你想得到的料理全都吃得到。天哪，我们桌上满满丰富的食材，这些都是吃到饱吃得到的东西。对，你应该没有看过，就是日本居酒屋加食堂的概念把它合在一起，然后全部都吃到饱而且很划算，好像是988元起，对，然后吃得到88道，最少有88道。天哪，你们也太佛心了吧，怎么回事？就想说让大家可以更广的来接触这个平价的料理，但是可以享受到很好的一个食材。是，那这个88道里面我们吃得到什么东西？像你桌面上看到生鱼片啊，然后还有我们的握寿司，然后还有我们家招牌的鲑鱼毛毛虫寿司，跟前面的串烧或是那种炒乌龙，就很经典的菜色，还有我们家的自制五鱼一夜干，然后还有甚至小火锅，全部都可以吃到饱。像我们家来到我们家一定会吃的就是鲑鱼毛毛虫寿司，那还有这个五鱼一夜干，对，它是我们家最招牌的菜色。那鲑鱼毛虫寿司就是顾名思义，像毛毛虫一样，它的视觉很壮观，然后很长条这样子，然后里面的馅料也都很丰富，然后上面的淋酱也很好卖。还有那个特调的一个酱汁，就是明太子在里面，所以你可以吃到那种啵啵啵的感觉。对，然后一夜干的部分呢，我们是用五鱼来做，所以人家会说一五二昌。那五鱼其实是蛮名贵的一个鱼，就是一个海鱼这样子。然后它的肉质也很细致，然后油脂也很丰富。我们家的话，就是除了有日本的空运过来的鱼货之外，我们还会每天就是去基隆的那个卡马丁鱼港，去那边拉一些限流的鱼货进来。而且这个火锅料。天呐，也太丰富了。对，里面有豆腐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凡利贝，然后还有美国 choice 的牛胸腹跟虾子，还有很多东西，而且它可以还续汤，就也一样是吃到饱。哦，天呐。对，另外我自己也蛮推那个乌龙面，乌龙面很好吃。对，乌龙面真的是分量、就是、女生应该去日本料理都一定会点这个东西。对对，它就是用我们的自己调的奶酱，然后去跟明太子，然后一起拌炒，还有那个大蛤蜊，所以它有鲜甜，然后也有奶香的浓郁。另外像炒饭这个，对，台湾形状的炒饭，对对对，你看出来没错，它就是台湾形状的炒饭。然后我们里面有用了很多可能像是台湾的樱花虾去炒，所以之前也有很可爱的日本客人就是专程为了这个还要拍照，然后来台湾吃这个。那那个生和牛的话，我们就是先外面先用煎的方式让它四面都上色，然后里面的话其实就维持大概3到5分熟左右，
然后加上我们家自己自制的一个柑橘醋，还有柚香的一个醋汁，所以上面还有那个萝卜泥，整个吃起来非常清爽。我们在这边就是还有像畅饮，因为可能吃日料，大家可能吃串烧或是吃这些小点之类的，他们想要配个酒之类的。我们在这边就是一个人不用400块就可以畅饮，非常划算。那除了好像988之外，你们价位好像还有像1288左右。对，我们有1288跟1688，那最多的话是就是快要110道左右可以吃到饱。哇，对，那有没有很多人就慕名而来？有非常多，所以这家店因为它全部都是现点现做，它一天就是只能收20组而已。哦，对对对。在环境部分也是一点都不马虎，走进店里，宽敞的日式风格设计，让你一秒飞到日本吃美食。你刚进门就可以看到像我们的鸟居，因为鸟居其实就是在日本有一个意义是说，它进来了之后就是脱离人世间的一些凡俗庸扰之类的，它竟然就是一个神的领域，可以放松，然后可以来这边跟朋友小酌等等的。另外的话，你可以看到像有一些比较复古的稻草酒桶，然后还有樱花，然后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神社面罩等等的，让大家营造说有点伪出国的概念。那我们是希望说把居酒屋的概念跟食堂就是比较正规的菜色这些全部融合在一起，让大家都可以吃得到，所以我们的菜单非常的长。对，超过100道以上的选择，不只是只有吃到饱这一块，我们单点也是，甚至还有客制的一些料理之类的。希望就是说，来我们这边像我们家店名一样，朋友来高级嘞。哦，对，晚来喜欢那才叫狗一下，对，才叫狗一下。欢迎大家赶快来这里享用美食喽！喜爱吃日本料理又想挑战吃到饱的饕客，来到狗一下居酒食堂，绝对让你超满足。刚刚带大家吃完这日式居酒屋店，现在要带大家来吃韩式料理咯。但是其实台湾有很多韩式料理店，这家有什么特色呢？其实它的特色就在于有一些餐点在这里才吃得到哦。好像这道料理叫做炸弹年糕，好，这里也只有他们这里吃得到。什么叫炸弹年糕呢？其实呢，它是用这个南瓜做出来的一道料理，这个南瓜就是像炸弹的形状。那里面有什么呢？里面其实有这个辣炒年糕，再加上浓浓的 cheese， 所以其实现场老板在做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南瓜剖开的时候，这个整个 cheese 是这样像岩浆一样这样流下来，非常的美味，光看就要流口水了。那这道料理呢，其实也是老板自己创意发想，因为他的太太是韩国人，他到这个太太的妈妈家里去做客的时候，看到他不敢吃妈妈准备的南瓜给他吃，但是他不敢吃哦。结果他就自己想了这一道料理，然后顺利的把这个南瓜吃完。我觉得他也是蛮聪明的。好，接下来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料理呢？好，这一道嫩豆腐锅，其实呢很多韩式料理店都看得到嘛，但是他们家的嫩豆腐锅，我自己吃起来觉得特别的道地，因为呢老板娘是韩国人，所以呢他跟老板不断的试口味之后呢，煮出这个非常美味的料理哦，在这个店家算是人气必点的 number one。 好，接下来呢这个料理叫做玫瑰辣炒年糕。那什么叫做玫瑰辣炒年糕？其实呢顾名思义，其实它的酱呢看起来是像粉红色的，所以很像玫瑰色的感觉，所以才取这个我觉得很好听的名字。那这个也是现在韩国非常流行的料理，也把它带到台湾来。好，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就是这一对，就是这个老板，他们是夫妻哦。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故事。其实会开这一间店呢，就是好，当初他们两位认识的时候呢，那老板为了把老板娘从韩国娶回台湾，那因为老板娘非常想念这韩国料理，所以他为了他开了这一间韩式的料理店。那呢这个菜色也都是老板娘自己想吃的，她就会跟老板讲，老板就为了她做出来。然后现在呢老板她自己也是一个主厨哦，然后在里面厨房忙，那外场就是这位老板娘，所以大家去现场吃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他们浓浓的爱，我自己觉得也非常的可爱。现在就带你去享用看看咯。
大家好，欢迎来到宴会 IG 红什么。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复兴北路吃韩国料理咯。这里的韩国料理可是特别的道地哦，这里的老板娘还是韩国人，而且他们的料理充满了爱的味道，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吃不到的独家口味哦。到底有多美味呢？现在就带大家去尝尝咯。大发韩式特色料理开业以来，因为好滋味累积了许多老顾客，成为人气店家。而里头卖的招牌菜超道地，全都是因为老板娘想吃，老板为了她做出来，每味料理中添加了爱的味道。是我们店里面的料理基本上都是老板娘她想吃的，然后她就会让我帮她做出来，然后做出来之后，他只要觉得好吃的，我们就会把它放到菜单里面。我每一道菜开发的过程最少都会是一个多月，失败大概七八次都是基本的。最近韩国它才流行这一个玫瑰腊肠年糕的这一个新的口味，老板娘她在台湾那时候还吃不到，她就叫我做出来给她吃。那开发完之后，他觉得很好吃，所以我们才把它拿出来卖。它就是基本用腊肠年糕加上培根跟鲜奶油下去做出来的。在韩国人他们会觉得有一种玫瑰的味道。我们的煎饼比较薄一些，它比较不像台式的比较厚一点。那是因为当初我们在韩国的时候吃到的煎饼是薄的，一种是葱用葱做的，一种是用韭菜做的。那我们个人会比较偏向韭菜的原因是因为韭菜比较健康，所以我们就会用海鲜韭菜饼。这个炸弹年糕比较特别，它是当初我去老板娘家里做客的时候，然后她妈妈她比较喜欢吃健康的东西，所以桌上就有一盘南瓜。我自己本身真的很讨厌吃南瓜，刚好旁边有一个是腊肠年糕，因为在韩国的礼貌是端出来的东西都要吃完，那我就只好拿着南瓜去沾那个年糕，吃下去的时候我发现变得好吃了，而且也没有那个南瓜味，所以回到台湾之后我就把它结合起来，我们就把腊肠年糕放在这个南瓜里面。这个好像是别的地方吃不到。对，没错，因为这个地方是我在他家想出来的。嫩豆腐锅其实也是老板娘的意思，我们在看那个韩剧的时候有一部叫做《梨泰院 Class》，那部韩剧里面就最重要的灵魂料理就是这个嫩豆腐锅。老板娘看电视看到了想吃，她就叫我做。那我们把它放到菜单上之后，它也慢慢的变成我们这边的招牌料理，因为很多人来这边都一定会点那一个嫩豆腐锅，算是我们目前卖的最好的一道料理。夫妻两人的好感情从访问中就看得出来，回想起过去从交往到开店的种种甜蜜的画面一一浮现脑海。对他第一印象是什么？没有外面的印象，但是很贴心，心很好。所以我很好人，其实就外表不好看，然后但是内心还可以，所以勉强接受。见面以后，我们每天电话那个 FaceTime， 对，越来越知道他什么人，越来越好。后来是他只要有空，他就会飞过来台湾，可能一个礼拜玩一个礼拜，然后他回去之后就会换我飞韩国，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互相飞来飞去，然后飞了大概一年多之后才在一起的。他妈妈很喜欢运动，所以我也会陪他妈妈去运动。我们去韩国的时候，他就叫他赶快去台湾，不用这么常过来，没关系，不用太常回来韩国。就有结婚的念头之后，他就想要来台湾定居。那定居之后呢，因为他来台湾之后就一直会找一些韩国料理吃嘛，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想吃的东西都每次都不一样，我们就想说就把这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集中在一间店，让他可以在这里面都可以吃得到。很感动，他准备的他想的什么都为了我，所以我很每次很感动。是因为爱，也找不到其他原因了，对吧？我很相信他，相信我，我相信他。还有店内的装潢竟然都是老板一手打造，包括墙上有的韩国地图对应各地美食也是老板娘的创意发想，老板都一一实现它。我
我在做餐饮业之前，我就是个工人，我做工作很久，所以其实环境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老板娘自己的想法，然后他丢给我，然后我就想办法把它做出来，就这边看到这些东西都是我把它做出来的，那想法的话都是源自于老板娘。所以真的很棒哎。下次想吃韩式料理，一定要来大发尝尝道地的韩国味，绝对让你一吃爱上，还能感受到老板夫妻之间的好感情，为美味更加分。欢迎大家来吃道地的韩国料理，谢谢。好，第一家店吃日本料理，第二家店吃韩国料理，现在第三家店我们回到我们台湾来，我们来吃这些中式的料理哦。这家店呢，大家看一下照片，哇，真的是在台湾吗？其实呢，它是在台中哦。我们刚刚都在介绍北部，现在带你们来台中走走。这家店真的非常的美哦，它是位在这个台中市的公益路上。其实大家都知道，公益路上这个是美食兵家必争之地。那这家店其实也开蛮久的，那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因为走进店家，首先就会被这个环境给吸引。大家看到这个环境，哇，这个古宅，这个老宅的感觉，配上这个溪流的感觉，里面其实呢还有养鱼哦，在现场都可以喂鱼，这个环境非常的古色 古香，非常的美。那料理是什么呢？带你们来看一下。好，这个料理呢其实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个中式的特色料理。那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套餐啊，像是有一些他们会随着季节而改变，像冬天会有一些麻油鸡，那夏天也会有一些比较清爽的套餐哦。那另外这边呢，好，还有一些小点啊，有豆干以及各式各样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点心，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刚刚有特别讲的套餐，那介绍这个客家吉藏之熏鸭。好，这个呢也是他们自己特制的料理哦，配上这个客家非常道地的吉藏，吃起来很清爽，很适合，我觉得很适合现在天气热的夏天，然后再配上各式各样的一些配菜啊，还有健康的这个紫米饭。好，非常适合就是肚子饿的人，想要大吃的人可以去点这个套餐哦。好，另外呢还有一些小点心，这个就非常适合，如果大家跟好朋友想要聊聊天，找个地方放松一下，就可以来到这边。那这里的小点心有哪些呢？好像是有这些超阿贵啊，非常这个我们台湾道地的一些小点心，然后中式的小点，以及像这个芋头签，这个芋头签也是非常受欢迎。那另外呢，跟大家提到这边好，他们的茶叶也是非常有特色哦。其实老板现场也有泡茶给我们喝，他们是使用这些中部非常有名的一些，像是乌龙茶，各式各样不同的茶类，大家到现场都可以点一壶现泡现喝，然后呢再配上这些小点心，真的是太美味了。另外这家店呢非常厉害，因为他们获得这个法国这个米其林指南哦，这个台中的这个必逛的地方，所以他们其实也是有受到这个国际的认证哦。那大家如果之后到台中，也不妨到这个公益路上这家店走走，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特色，现在就带大家进去逛逛咯。欢迎来到宴会 IG 红什么，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到中台湾走走咯。好，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位在台中市的公益路上，在这车水马龙的道路中，哎，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景观餐厅，叫做无为草堂，它可以说是城市中的这个秘境哦，因为里面非常的漂亮，很像一秒穿梭到古代的感觉哦。到底里面长什么样子，美食有多好吃呢？现在我就带大家进去看看咯。无为草堂仿佛将整座京都湖上老宅搬进市中心，占地约400坪，有如世外桃源的美景，是观光客的最爱，还曾获得法国米其林绿色指南台中二星旅游景点。料理走的是家常菜路线，来这里点上一壶好茶和餐点，享受道地风味美食。今天准备了4种我们的招牌点心，像玉千糕，那我们玉千糕是请鹿港的师傅帮我们做的，那它是采用大甲的芋头，对，那里面包的是我们台湾的猪肉哦，对，它吃起来就是非常的绵密，然后吃起来
感觉就是我们台湾古早餐非常传统的点心的那种风味。那像超阿贵的部分是台湾的客家点心，里面包的是萝卜丝。对，那是我们特地请我们的帮我们制作的师傅，他们做成像这样一小颗一小颗，能够方便客人以后就可以食用，这样也不会吃得太饱。OK， 对，就吃起来刚刚好。那像芝麻酥也是我们的招牌点心。对，那芝麻酥的话，里面包的是黑芝麻，外面是包裹的一层是白芝麻。那我们是用烤现烤的，所以吃起来就是外酥，然后里面有吃起来里面就是热热的黑芝麻。那我们是请台南的师傅帮我们制作的黑糖糕。对，那黑糖糕它是也是很现蒸，所以它是吃起来口感很松软，而且它不会很甜很腻。我要介绍这一道是我们的招牌套餐，就是客家鸡酱熏鸭。那主要我们是用屏东的鸭肉，那我们煮熟它特制的鸡酱。那像我们经常有，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客家料理。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麻油鸡套餐，那麻油鸡是每年冬天都会推出的套餐。那我们大概都会选在一年之中最寒冷的时候才会推出。我们用的麻油都是台中成功路老店的麻油，所以这个品质是非常好，而且非常香。对，非常香气非常够。那像我们的肉骨茶，那我们肉骨茶也是说应冬天我们推出了锅物的料理。那我们师傅他是用中药去熬煮那个汤，对，那加入像是蒜头，让我们能够要养生。很难得在这个台中的大马路上会有一间这种世外桃源的店，所以欢迎大家赶快来这里用美食吧。好，这边除了好拍的环境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特色的建筑。那因为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的社会，所以在这也可以看到像是有客家、闽南式甚至是日式风格的这个建筑，也是非常的好拍。那另外在我旁边这非常漂亮的水池，哎，里面是真的有鱼哦。那大家呢也可以跟店家就是买一下它的饲料，然后喂他们吃，享受一下这个喂鱼的乐趣哦。下次来到台中市，别忘了放慢脚步，来到五味草堂走走，绝对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好，刚刚看了我介绍的三家店，大家是不是觉得哇，看起来都很好吃呢？那如果你不知道吃什么的话，欢迎拿去做参考咯。那如果你自己呢有想要吃的店，也欢迎呢可以留言给我，那我也会去做参考，跟大家一起做讨论哦。好，那我们今晚宴会陪你吃呢，在每个星期六的晚上6点，在我们三立新闻的 FB 粉丝团以及 YouTube 都会播出哦，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咯。那我们就下个礼拜见了，拜拜。